进时通手机版，手机版进时通，可以抽东西哈。啊，可以干嘛？可以抽奖。啊，拿来。抽七天造型用。不然就抽一只。现在还有那个吗？靠北啊，昨天才刚做出来而已，当然有啊。天吧。我做那个嘞，红楼那个小红帽、欸。到今天。没了。小红帽冲掉啊，那个不知道可以冲哪下。抽什么全力点加成是吧？也要有啊，不是啊，电脑很慢欸。好，我把影片关掉了。超远太多造型了吧？啊，也赢就好了。嘉伟，我问你哦，嘉伟，干嘛、啊？我的哪一招牙术挡得掉啊？怎么你的哪一招牙术挡得掉？牙术的风墙挡得掉我的哪几招？全部，几乎全部了。挡不挡得掉吗？我随便讲。往上炸下来那个应该不会啊。我觉得只有一招。往上炸下来不会。那、啊、其他都可以。你只有一招被他挡了100次哦。就一挡得下来哦，还有普攻。对呀、啊。我好棒。我不想。可能你又打不赢他。我不想点夹子。真好白金。哦、草屁哦！好朋友、哦，卡利斯的，卡利斯的，对吧？奇勒斯，奇勒斯，白金是什么意思啊？靠北，白金什么意思？这边有谁白金啊？嘉伟啊，我嘉琪啊。嘉伟白金了，我没有白金的哦。嘉琪啊，说说。我头才懒得打。嘉琪，你什么时候白金的？早，早。告诉你，还在山上就白金了，然后放到现在还是白金五。第一白金呢？啊。我一直以为是金牌，靠北。白金掉得下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废话，那个现在。只有铜牌，只有铜牌掉不下去而已，你的白痴哦！现在不是不能了吗？就是现在不能掉，会掉了。可以掉啦，会掉，只是我好像可以看。干你的打雷哦！爽哦！爱吸屌吗？好猛哦！没有没有好猛啊！你遇到白痴而已。白痴。你表弟在那边打滴滴滴干嘛？干。不知道耶。冲进去杀人！别啊 ！AD 似乎端先。什么？敌人的吗？太棒了！对。冻死！我帮你告发呆。哦，来看他们攻防战。你也太好笑了，就直接上来，快打下了。高飞都点到兵。跟他说亚速，你觉得他这个亚速打得死我？你觉得看起来像打得死我，老子死你！
点死他，点死他。三个人，太多人了吧？太多人，太多人。目前还是上去帮忙的，别龙七。你他妈还在看戏？你白痴、喔！我在问你们啊，你们不回答我。问什么？这不用问吧？看你再去帮忙。靠背啊，基本观念，你问什么白痴问题啊？应该要自己判断吧，还要问？算了算了，同台观念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们算一只应该是赢的啦。对啊，顺便进局咯。其实根本不用开闪现。应该是不用开啊，是你怕的。好，退了，退了。回家出装。你先回去。对，你不要说了，太我没味道。凯特的攻击超低的。生气太久了吧？小兵的，别打我！不杀，我扛才扛了八秒，八秒有那么硬吗？你就大师很硬啊，同学。变大只的时候超硬哦、喔！林东路喝过去便可。因为我打 A， 我看不出来他有硬。哎，他差点就死了、欸，真是好险！我起来！我当时差点死。掉，走错边了。梦辰，宋姐来，宋姐来，快！我晕到了。打梦辰，打打打！过墙，过过过过过！欸，我妈叫我，等一下。二十头，打错了，还有在笑。给我按，帮我守一下。给我按温泉，给我按温泉回家。妈妈，你帮他弄风。哎、欸，小心龙卷风。妈妈，你帮他弄风。下落我是你可以。好。
在射哪里啊？哦，埃及回来了。龙虾。啊，对不起，太晚了。哎、欸，快跑！跑到了。可恶。埃及回来喽！做得好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中路了。哎，我就把你下路推一推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推。真是烂游戏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陈慧能死了，没关系，我替他打。没有啊，为什么看到雷欧？天啊，来啊来啊啊！不行不行，没死。不行啊，没死啊。Wanna see a hat trick?OK， 我要去中。看来嘉伟又要一打二。我已经一打二完了。你只能之后都这样一打二。很无聊，一直一打二。不然一打三是四啊。他们都上来，都上来。不要打。哇，我以为他来不及，看我家人都来。哎，同学死了，死了，早就死了。阿里也不来偷懒，加钱不过来。我们少一只还要偷懒呢。对啊。靠，我们肥度刚有差吗？啊，糟糕哦！